紧赶慢赶，这一期可算是补完了。现在12点多了，阿姨也走了。哎呦喂！不过目前这种进度，怎么感觉这么慢呢？这种进度的话，咱们这一道棚就得半个月去弄，半个月的时间呀。再加上其他的，咱们年前弄不完呢。按照目前这个进度，但是也都没闲着，都挺努力的。这怎么个回事？安排的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呀。哎，真是愁人了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东小姐啊，我又来了。瞅瞅小姐这头发，整天跟疯子似的啊，也懒得去理，完之后整天也忙，反正也不出门，对吧？收拾他干嘛？就这样得了。哎，现在咱们的进度是比较慢的。想来想去，对吧？这个进度慢的原因呢，就是在于咱们晚上是没有干活的。所以说咱们年前的话，按照目前这种进度是肯定弄不完的年前，所以说呢得想想招，想想点子，都没闲着。咱们往年咱们的这些苗子，对吧，到手之后呢都是晚上修剪，白天上盆啊，就咱们自己人呢，晚上一修剪的话就修剪到11、12点去。但是今年咱们改变策略了，在小蒋的一个坚持下啊，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啊，不弄晚上不干了。这咱们这对吧，种花咱是过日子，对吧？咱是不是日子过咱，对不对？整天哈，夏天没工夫，冬天没工夫，麻呀，是吧？然后今年就是咱们天黑就不干了啊，就5、6点钟就不干了，晚上咱们不休闲了。往年咱们晚上都在大棚里弄几个灯，完之后咔咔修剪，一修剪到夜晚的11、12点，各位，那个时候在座的朋友们都有的都已经睡好几个小时了，咱们这还赶紧给他剪苗呢。所以说，哎，在小蒋对吧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下，不干，今年这个冬天不干，晚上不干，爱咋咋地，以至于咱们现在这个进度比较慢啊。所以说，哎呀，哎，真是想轻松一点，但是呢一轻松这活就积一块了，就时间就不够了。你说，哎，晚上可出活了，朋友们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干活有多快？因为修剪嘛。然后，哎，咱们现在5、6点钟就不干了。你看看，5、6点钟到11、12点钟，5、6个小时呢，朋友们，相当于多干了一倍的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不想干啊，朋友们，真是累。完之后，哎，种花。一年365天，我一年得有360天都闲不住。哎呀，就过年那两天能够，哎呀，这一天不干活，对吧？现在实则呢，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是不干活的，初二就开始干了。列位，初一的时候甭管手中有什么活，不干啊！大年头一天干什么活是吧？吃喝睡玩，干什么干？哎呀！真是烦死了！哎呀，一根烟都抽完了，还没想明白晚上咱们要不要干。列位，不想干呀。但是咱们现在，我哥呢他有自己的活，小蒋呢对吧？我妈出差去了，剩我们6个人。我们6个人怎么倒腾，怎么安排，这时间都不够用。哎，你们说说，烦死了。来吧。咱们还是日常赏花，对吧？开心一刻。可能朋友们也发现了啊，咱们这个棋呢，是不是摊了这个地步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这一棋的草，朋友们，就这个草啊，就这个玩意儿，实在是太多了，遍地的这种草根儿，所以说看着就头疼。以防咱们明年，对吧？各位以为那是草吗？在小蒋看来，那都是这个东西啊。你这到明年长出来之后，耗费大量的人工去拔草，人工就是这个玩意儿啊。所以说，哎呦，咱们就对吧，摊个地步，就这一个棋啊，这些对吧，都是 OK 的。草呢相对较少，有那么零星的，然后咱们装盆的时候呢剪一剪就得了。看这边上的，每个品种上一片啊，一个品种上一片，一个品种上一片，反正目前的一个进度呢就是这么着。这个进度属实是太慢了啊。咱们一个棋是1400盆啊，朋友们，现在，然后这个大盆的话是一个棋大概也就是800盆，800-900盆的样子啊。现在对吧，
这边是大盆，然后这边是一二三个起，三个起，这都几天去了，五天得有了，得五天了，五天才弄那么多。所以说咱们这道棚一共18个起，完之后，哎呀，朋友们呀，时间不够用啊，时间不够用，又看见这破苗子了。今年的瑞典女王，哎呀，小蒋还是要吐槽吐槽她，这瑞典女王这个大嫩条，全是大嫩条，全是大嫩条，全是大嫩条，我妈，看着就头疼。往年咱们修剪，哇，好刺眼。正值春捂啊，太阳很大。往年咱们修剪苗的时候都是拿一个苗，对吧，啊，看一下这个苗的整体科型，看一下那个枝条的粗细程度，看一下这个苗子的大小，然后去进行修剪，一个一个修剪啊。但是咱们今年这个瑞典女王就特殊，今年的瑞典女王你知道咱怎么修剪的吗？抓一把直接削平，抓一把直接削平啊，就不看它整体的走势了，因为全是大嫩条，你就没法修剪，一修剪全没了啊。所以说今年的瑞典女王就哎呀，真是那句话怎么说，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屁，想一想我是越想越气啊，退一步那越来越亏，一天天的。明年啊，小蒋再去那个育苗基地的时候非得找这个老板去聊聊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，对吧，什么东西这是，就给我拿一天天的，哎呀，真是无敌了。哎，完之后呢，咱们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，紧急的问题，就是咱们的盆不够了。那个大盆啊，那上大苗的大盆，咱们提前预备的是3000个大盆，这才上了多少它就没盆了，我也不知道用哪去了，反正哎呀，事情比较多，脑袋也转不开，然后现在大盆就没了啊。昨天晚上的时候小蒋联系了一下那个盆的厂家，让他物流过来，再物流过来3000个啊，3000个咱们用。咱们现在还有好些大苗没有上，因为还正在修剪的嘛，才修剪了一半的苗啊，朋友们，还有一半没有修剪的。所以说现在就是倒腾这个事儿，倒腾咱们这些月季，倒腾来倒腾去，你这不行那不行，啥啥都不行，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。这是今年比往年咱们弄月季就晚了半个月啊，就晚了半个月，因为今年疫情放开的晚，所以说咱们的苗子回来的晚，然后就这半个月的时间，东西事情就倒不开了。哇的天，这什么呀，这半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对吧，地也动了，然后咱们所有的东西呢，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啊，全都慢下来了，然后它就不够了，它时间它就不够了，它就那啥了，一天天的烦死个我。哎呦，咱们这道棚再往这边走走吧，看一看咱们这些已经收拾完的这个旗，对吧，这个地，这是一个大爷在收拾啊。然后这个大爷呢，其实往年的时候收拾很快的，但是今年这个地他就晚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他冻得很结实，所以说这个地他就不好弄，完之后就非常的慢啊，非常的慢。咱们整地的时候看见看这啥，昨天小姐也说了啊，白色的是复合肥，黑色的是二氨啊，就撒在地下，看这地，对吧，撒的就是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去一个收拾地，然后咱们种月季，然后往这边走，那头反正哎呀，这边还没有弄啊，这边还没有弄，慢慢弄吧，真是慢慢弄吧。行了，朋友们，咱们就不说这么多了。哎呀，每当中午的时候，也只有中午有时间和朋友们聊会儿天啊，小蒋也喜欢和朋友们聊会儿天。小蒋来回不回复评论，不是小蒋有意啊，是小蒋都看了啊，都看那评论，每个人的评论我都看了，但是呢，对吧，由于评论怎么各方面吧，反正我回复不及时啊，见谅见谅。然后刚才我爸打电话来了，说赶回去吃饭，现在马上12:40了，然后一点呢，那阿姨大爷又来了，该来了，然后咱们一点上班嘛，所以说小蒋还是只有10分钟的吃饭时间。哎，朋友们赶快点个赞啊，要不是小蒋对吧和朋友们聊会儿天出这个视频，小蒋都歇20分钟去了，20分钟之前就回家了，这一天天的。哎，行了，不说怎么的，赶快去吃饭去了。哎，赶快点赞，拜拜。